好，我们的中介包可以做了啦。然后这些框呢，感觉之后用 Tinker 烧一烧。中介包完成，耶！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打开，哎，上面就会跟着开。然后东西丢进去，传送出去 ，nice。这是我们最初阶的简单收纳系统。接下来我可能要把这个自动 open 铁箱 open 器石头自动 open， 然后再把它收纳在另外一个箱子上。好，自动 open 器。我们要想办法用这个船到这边去，然后从这边漏。过滤器在这个上面，这样。好，过滤这个设定过滤器，这样。好，我来试试看啊、哦，我把这里有吗？太快了，我看不太到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啊，有，只是速度太快了，只是往下传的速度太快了。然后开到了这些东西，怎么感觉开一开东西就要满了啊？受不了。那总之，我们现在东西呢，就是这样比较算好整理了一些啦，不然之前那个真的是太急了。那另外呢？我们今天宝箱也开到了一些不同的符文石，这个就是我们之后要做传送门会用到的。有一个是现实跟雕刻，旅行，好，现实跟旅行，这是两个我们需要用到的。然后我们还差两个，对，我只要再拿到两个对的符文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启传送门了。它那个有四个重要的符文，我们现在只差两个，所以我之后去打打怪，然后再开一开，也许就有办法开出传送门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新世界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召唤，我们想要练一下召唤，召唤等级呢要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来练一下，应该可以做出来。好，召唤等级应该是这个。好，我们需要一个这个熔炉，这是一个特殊熔炉，可以把召唤的东西把它熔进去，熔进去就变成我们的等级。所以这边会需要很多的空白召唤板板，我们现在只能召唤企鹅跟蓝精灵，哎，跟一个紫色精灵吧。我稍微来练一下这个等级，不知道好不好练。这样子，好，可以做出九个。这个我们做出召唤板之后呢，再把它融进去，放进这个熔炉，我们的召唤等级就会上升了。没有，这样我们就慢慢上升升级。其实还蛮好升的，好，不难升，前期不难升。那总之我们先去外面冒险好了，先去外面冒险一下。 OK， 走吧。之前大家推荐我去沙漠地形去练一下狩猎等级，所以我们去沙漠刷刷怪。这样我们要叫出我的 A 来的嘛，我们从树上出发，从这边走一下。刷刷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咕噜？是魔戒那个咕噜吗？哦，咕噜？哎，我好像中什么状态耶？我的画面上多一个状态。哎，马怎么跑了？哎，马怎么跑了？不是马，马怎么跑那么远？我的画面上都是骷髅的状态，我会怎么样吗？不知道，我好像没事，那好像是一个复仇状态的样子。沙漠在哪里？草原地就比较……刚那只雷不见了。草原地就……我怎么会回溯？跑太快了吗？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座塔看起来有点厉害。这跟一般的这种塔不一样，好大哦，这么大的一座塔，感觉是可以冒险一下。沙漠在旁边，
哎哎，谁到？维京人，维京人！哇，我被缓速了。我、哦、我的马嘞？嗯，我的马嘞？等一下，我的马就这样不见了，就这样弃我而去了、哦。果然是 NPC 偷来的马，不算我巡抚的吗？真的就是不会跟着我哎，不见了。我们就先探吧。好，嗯，来吧，来吧。截图一下，好，来吧，进去看一下啊、哦！哇哦，这么大一个啊！哎，刷怪箱哎、哦，很多刷怪箱，僵尸的。哎，我的马在里面啊、哦。这边区域等级是四级，还好。烂剑一把。啊，这楼上在这里，去楼上看一下。哦，楼上好挤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箱子。我们现在那个爬楼梯，爬超快、欸。我刚刚走楼梯超快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爬楼梯爬超快的。没有什么，哎、欸，没路。这边看起来就是收刮一些宝箱。哦，这里外面了，外面的一个小阳台。这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哦，哦呦，有宝箱。但是刚刚好像有怪，一个项链，只是一个侧塔。我们还是往上爬吧，爬上面一点。嗯、好，哎，这里居然有桌子，然后这一片墙还在，这感觉是有两个刷怪塔合在一起啊！这个楼梯被它挡住了耶！哦，我听到女巫的声音耶！哎，哦，隐形的！哎呀，他把路挡住了，这两个合在一起，我自己挖开楼梯，楼梯整个挡住了。好，哎，可以了，进来了。哎，安德尔，安德纳米来。哦，维京人。野蛮人，哦，我升级了13级，哦，还有幽灵，这边是维京人的刷怪塔，看一下，宝箱都好烂哦，宝箱东西也太少了吧，这里呢，饰品都带着，嗯，哦，打人还是会痛哎，我现在已经是全套钻石装了，哎，怎么都好多隐形的幽灵哦。这里好多幽灵，喂，嘿，在楼上，哎，楼上还有房间，这里有住人吗？嘿，哎，有床哎，我现在都没有床可以睡 ，A 一个回去好了，我没有床可以睡，我的羊毛缺羊毛啊，没羊毛，这里呢都是人家睡觉的地方哦，都没特别了。哎，有宝箱。嗯，感觉这种塔我们好像不太需要探，没有我们要的东西。我们去顶楼好了，直接冲往顶楼。嗯，楼上现在都变成这种超多人睡的通铺，变成大通铺了。哇，传奇戒指！哇塞，捡到宝了！加5 AGI 加智慧又加那什么领悟力吗？哈，加好多能力哦！哇，这加力量，这可以拿。哇哦，是不是越上面的东西越好啊？这是饰品，传奇饰品。我们来换这个戒指，这叫什么？史诗装。哎，有书哇！这边还有图书馆可以 A。哇，哎呦，书里面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亚瑟王的神剑剑杆，这把刀有点强哎，哇塞 ，special， 我捡到一把神器哎，捡到一把神剑，看起来好强哦，这个都时装就带着吧。这边楼梯又断掉了，嘿，哇，哎，中间。看起来就是中间这里会有怪，哎，
附魔台，哎，赚到一个附魔台，我省着自己做，我还没做附魔台，没想到都藏这个哦，东西都藏在这里。再往楼上去，嘿，哎，都没怪，哎，这边门是两扇门的，开门，哎，这边比较高级哎，居然有铺地毯了。哎，那、啊、可是怎么好像哦，盔甲架有一个帽子啊！哎，还我剑！你的帽子 ，A 种的帽子，普通的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灭之哀枪，灭之哀创，这把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也是传奇武器哇！这边都捡到一些特殊武器耶，有点帅。再往上探探。哎呦，这哎 ，BOSS 门，哦 ，BOSS 门，这是一个门。好，这个还不能挖。啊，你的门怎么长这样？门破土了。好，所以是 BOSS 门了 ，BOSS 就在上面了。我们先用我的亚瑟王来。嗯，有钥匙哦，所以一般是要拿钥匙去开这个门的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我想办法往下挖。哎，有了！哎，楼下，哎，入口处包在哪边？这里。哇，都是食物。这么一个，哦，哎，楼梯，楼梯，楼梯。哦，幽灵在下，哦，好多幽灵哦。哎，幽灵的刷怪塔。哎呦，这种地方地牢，好多，哇哇哇哇，幽灵怪。OK， 这里应该对，这种地牢应该是我们要探的。找不到。我刚刚这里面怎么没地方让我进去？直接挖进去，里面有没有？欸、真的、欸，他这个没有入口，这也没有入口。哎、欸，钥匙，破坏塔钥匙，找到了，终于，原来在这里，呀，终于找到了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打 BOSS 了。这边门为什么长这样？来，钥匙，破坏，哎、欸，破坏了，门不见了，好。哎、欸，我中状态嘞，我怎么了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又不能动哎、欸，但是我可以冲。BOSS 哦来了，好大只哦，堕落骑士，300多滴。我来看一下哦，亚瑟王，哇、哦，160，亚瑟王的刀，哇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打得那么痛，这么痛，两下就死了。怎么那么痛？这太痛了吧！我们现在要传送回去，传送。好，哎、欸，哇，也不是，哎、欸，我等一下，我要跑一下，拿拔刀剑。它是有变形态吗？好，解决了，解决了，解决了。我是没用拔刀剑跟他砍啊，拔刀剑的话应该是没问题。OK， 哎、欸，可是什么都没掉啊。嗯，解决是解决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打完 BOSS 没有什么奖励吗？这么辛苦打完 BOSS 没奖励哦？不是应该要来个宝箱什么的吗？没奖励啊，好烂哦 ！BOSS 很穷哎、欸。